十月二十五日，在澳门站冠军赛轰轰烈烈收尾之后，河南新乡举办的世界杯决赛进入倒计时，男女各三十多位名将蓄势待发。其中，国乒派出核心主力阵容，男单有樊振东、马龙、王楚钦和林高远，梁靖昆因禁赛无缘；女单阵容不变，依旧是莎莎、陈梦、曼玉、大迪和陈幸同。而在下午的抽签仪式上。 众球员的对阵情况出炉，接下来就给球迷介绍一下吧。十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，WTT 世界杯决赛将正式开场。本站赛事规格很高，足足设置了一百万美元高额奖金，冠军能拿到五点五万美元外加一千五百积分，而亚军则有四点五万美元和一千零五十分积分。即便一轮游出局，也能获得二点二五万美元奖金，颇为丰厚。 为此吸引了众多名将参与。根据赛事选手安排，前四位球员被列为种子。男单种子球员是樊振东、马龙、莫雷加德和梁靖昆，只是梁靖坤已经出现变动，无缘参与本次赛事，所以种子选手很可能延顺给下一位选手。王楚钦处境微妙，他有很大概率和国乒队友分在同区。女单前四种子被国乒包揽。 分别是莎莎、陈梦、曼玉和大迪，所以分布非常均匀。只是陈幸同注定要和国乒成员分在同一个区，希望他不要过早和队友相遇，无法奢求。只要第一轮不是德比战就是好签。首先是女队签位，孙颖莎迎来上上签，第一轮迎战外协队员德国选手米特兰姆，而与她同区的是日本名将木原美优和石川佳纯。 双方将上演德比战，着实精彩。王艺迪对阵田志希，此前曾爆冷战胜过国乒成员的杜凯琴 PK 迪亚兹。日本一姐伊藤美诚迎战富裕，王曼玉对阵韩莹，陈梦和陈幸同分在了相同半区，好在双方只有在第二轮才可能会相遇。第一轮，陈幸同 PK 杨晓欣，陈梦则与近期表现出众的袁佳楠相遇，这场对抗很有看点。 男队方面，樊振东直接轮空，奥恰洛夫对阵庄智渊，日本一哥张本智和 PK 弗朗西斯卡，林高远和波尔相遇，这是一场硬仗，希望能好好准备。王楚钦则与秋党相遇，幸运的是王楚钦所在小半区没有其他队友，避开了德比战。与他同区的另一组成员是近期人气攀升的莫雷加德、雨果，而阿鲁纳对抗林昀儒，马龙签运不错。 和达科约奇克相遇。下面我们详细说说在男单首轮，张本智和的对手是德国运动员弗朗西斯卡。这场比赛的赢家将晋级八强。张本智和近期的状态并不稳定，在成都世乒赛男团半决赛，他一个人制造奇迹，战胜了国乒的两大主力，分别是樊振东和王楚钦。然而来到 WTT 澳门赛。 希望在单打比赛有一番作为的张本智和却遭遇了滑铁卢。在三十二强淘汰赛，他以一杠三的比分输给了瑞典名将法尔克，尴尬遭遇一轮游。现在的张本智和或许已经憋了一肚子火，希望在新乡证明自己。淘汰赛首轮，也就是在八分之一决赛，日本运动员的对手是弗朗西斯卡。这场对阵看起来有悬念。 但是看看双方的历史战绩，就知道张本智和赢球没有悬念。历史上，张本智和一共六次对阵弗朗西斯卡，从二零一八年开始，两人第一次交锋，当时捷克公开赛上，当时经过六局较量，张本智和以四杠二的比分战胜了对手，晋级四强。来到二零一八年，在世界巡回总决赛上，两人在八分之一决赛遭遇。 张本智和以四杠一的比分横扫了弗朗西斯卡。在二零一九年的日本公开赛，在男团四分之一决赛，日本选手笑到最后，比分是三杠一。来到二零一九年巡回总决赛，在深圳，张本智和碰上了弗朗西斯卡，结果在八分之一决赛，他完成了一场四杠零的横扫。二零二零年的东京奥运会，在男团半决赛。 张本智和以三比二战胜了德国选手。二零二二年的布达佩斯冠军赛，在男单半决赛，张本智和以四杠三的比分赢球，险胜对手。六次交锋，六次取胜，张本智和真的是德国选手的克星。因此，日本选手跻身八强其实没有悬念。一旦晋级，他会对阵林高远和波尔的胜者。 如果日本选手跻身半决赛，很有可能对阵樊振东，这场半决赛将精彩纷呈。我们来看张本智和险胜的2022 WTT 冠军赛布达佩斯站男单半决赛，张本智和对阵弗朗西斯卡，最终张本智和苦战七局四杠三惊险晋级到了决赛，恭喜！比赛中，张本智和也是多次激动怒吼，情绪激动，而在决赛中。 张本智和约战国乒名将林高远，后者在半决赛淘汰了庄智渊。张本智和也算是国乒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，这一次他也是杀入到了半决赛。弗朗西斯卡同样实力不俗，两人上一次交手在东京奥运会团体赛，当时张本智和三比二取胜。而根据统计，两人之前的五次交手，张本智和五胜零负，还是未尝败绩。 占据绝对的上风，因此来说，张本智和的实力还是更强的。第一局，张本智和气势如虹，轻松十一杠三拿下。第二局，弗朗西斯卡开局不错，六比三领先，张本智和连追了二分，弗朗西斯卡及时止住颓势，回敬了四分，十杠五继续压制，并且拿到了局点。张本智和挽救了一个局点后又失误。 弗朗西斯卡十一杠六拿下大比分一杠一扳平。第三局，张本智和二杠零四杠一开局，弗朗西斯卡则是连得了四分反超，张本智和则是连得三分止住颓势，重新夺回了主动权，并且是十杠八拿到局点，十一杠八拿下大比分二杠一再次领先。第四局，弗朗西斯卡三杠零开局之后又连续保持压制。 张本智和未能逆转，弗朗西斯卡十杠六拿到局点，十一杠六拿下大比分二杠二。第五局在三平之后，张本智和连续得分拉开了分差，之后更是九杠四建立了优势，十杠四拿到局点，轻松十一杠五拿下，三杠二拿到局点。第六局张本智和连得三分三杠一打停了弗朗西斯卡。 暂停后，弗朗西斯卡强势六杠六追平，八比六反超。张本智和八杠八扳平，弗朗西斯卡连得三分，十一杠八拿下，两人大比分三杠三打平。决胜局五杠五之后，张本智和连拿二分，局末更是连续发力十杠六拿到赛点，十一杠六拿下四杠三晋级。 其实这次梁靖坤被罚，收益最大的应该就是张本智和。张本智和也要去参加此次亚洲杯的比赛，少了梁靖坤这样一个强敌之后，国乒就只剩下王楚钦一个人。目前张本智和已经成为了此次亚洲杯的头号种子，二号种子将会是林昀儒，三号种子才是王楚钦。这样的形势对于张本智和冲击亚洲杯的冠军将会变得非常有利。 虽然说接下来世界杯的比赛肯定会对目前的排名有不小的冲击，王楚钦有机会通过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超过林昀儒乃至张本智和，成为亚洲杯排名最高的选手。但是亚洲杯已经是截止了报名，理论上只会按照截止到目前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来确定种子顺位，张本智和会成为此次亚洲杯的头号种子选手。不管怎么说。 梁靖坤的缺席，最大的受益者目前来看就是张本智壶了。而且面对中国队的选手张本智和，在之前的世乒赛团体赛当中，曾经连续战胜了王楚钦和樊振东，他也有足够的信心。所以说，此次亚洲杯对于中国男队来说，挑战还是非常大的。